大家好，这里是宁波拉，我是向南。这个啥会上，讲个礼让波波。有线。我还有还要闭嘴。快点，来点点。听啥了哥？换个拉锁。换个拉锁。哎，换个拉锁，我的拉锁断了我。这个拉锁买回来的拉锁都是给他不耐用的。你还是没买不好的啊？那扣你看，那扣你。我给你这好的，你还用呢？平常都用不坏。双拉锁还是？双拉锁，它都是。压木啊，给咱俩用双的，双拉的。嗯。昨天没拉的，我坏了。看那个。严丝合缝啊。严丝合缝。对了。压那个，咱轻装吧，找到好了，找扣掉了哟，俺扣掉了。扣掉了哟，还真缺个，这是能够多了。这是能，我再穿上其他衣裳了。咦，这是搁这儿做的，这可不是。哎呀，找到了，掉了。安口都是通用的，这安口。那不一定，不一定。这安口有小点的，大的有小的。那得找到配套的。你这招还没我看上，管用啊？不管用了，我这里有就是我的了。找找。那找找找，看别啊。扣一咋都贵了，是吧？啊？贵呢。它是个摊儿，摊儿往上一翘。应该是贵的，应该贵的。你说贵，咱就觉得贵。一个原装的呀。哎，贵。你看咋弄的？窟窿，一下子要挤烂。这窟窿咋给你整啊？有补丁，我记得。那有补丁咋老难看？你说你干脆买我那一下两三块钱那补丁，回来了就咱妈给你锁上。这个就是咋带花的补丁。这你咋都两头你咋到一头了？人家行了，带花的补丁啊，他这地方也有啥带花的补丁啊？他这没有，说不来就上。俺这就跟那，就跟他这胳膊上就胳膊上了呢，就跟这小蜜蜂呀。那没有，我叫你看看这补丁。他这都是那老式补丁，估计。老式。线板布。线板布。嗯。那不中，那线上的补丁。他是这样布的。哦，这样的，这不中，这不中。真屁的香啊。你买个那一号带房呢，两块钱买我叫咱妈给你咋着。你看一下这谁这拉锁坏了，拉不动，拉锁拉不动。这一只拉动了，这一只它拉着也是有点不得劲，不能过去打了点拉还是不着，我都拉不开了。都不在那扔了，都直接坏了。我没事，我看一下。就是拉着趁不好拉。嗯，那一只是乖了，这一只还拿着去活，一会儿就乖了。到好，打这拿。那你拉锁不是打了？嗯，还有抹点钱哈。那个钱呗，我就那个弄了钱呗，边上画画草草，这乖了。那这拉着是松啊。中上啊，中上就中了吧。这我家十个号，我家做梦都在想。这个扣，这个扣是不是？哎哎，顶了个扣。两扣在线，一共拿两块钱，中了。多不多？都是装的，不是装的没有这一号，有这一号的。走，你看哪有那么多？走吧，今儿买了回家了，就聊聊。好，看来两块钱拾到的，鞋也怪馋了，衣裳也怪馋了。哎，在哪呢？这中午都在叫。我的衣裳呢，在那上凑个补丁，回去了还得找到俺妈，叫俺妈给我拾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点点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